这是1960年日本侵华政治家前沼道四郎在首相大选前被一名17岁右翼少年刺杀的真实影像。10年10月12日，日本举办了自由民主党、社会党、民社党三大党领袖竞选演说会，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的前沼在大会上态度十分强硬地抨击美军在日本拥有继续驻军的权利，以及提出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建议。 前沼早前曾多次来访中国，承认并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积极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并于1959年在北京发表“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敌人”的言论。前沼侵华反美的行径遭到美以及日本右翼分子的强烈不满，在前沼演讲时，右翼分子在座位上高声破口大骂，并且扔传单企图中断演讲。这些小打小闹只是右翼的障眼法，没想到还有更大的危险正向他袭来。 正当前沼慷慨激昂、没有任何防备地演说时，一名17岁的右翼分子忽然拿出长刀，狠狠刺向前沼。只见凶手正要刺第二刀时，安保人员才反应过来，上台控制住了凶手。前沼虽然被紧急送去医院抢救，可惜仍然不幸身亡。眼前这名17岁的少年正是凶手。只见他满脸淡然，被抓时也没有任何害怕。他指出刺杀前沼是替天行道，然而还未等调查清楚。 不知何种原因，凶手在狱内便自我了断。前沼去世当天傍晚，为了纪念他为日本独立自主和促进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当地50000多名群众自发的对其送行，悼念活动更是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国对此十分痛惜。前沼的离世也使得日本和平主义被打破，日本右翼势力越发猖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乃至东亚的历史走向。